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，选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·史密斯祝贺美国之音对华广播70周年。下面请听这段贺词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周年纪念日，美国之音一直在全球各地，包括中国，进行真实的报道，报道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，也报道那些生活在存在迫害的国度里的人们听不到的消息。要知道，独裁政权的第一个受害者总是真相，而美国之音一直在揭示真相。